Tianwen 来自于中国伟大诗人屈原的长诗，表达了中华民族对真理追求的坚韧与执着，寓意探求科学真理，征途漫漫，追求科技创新，永无止境。象征揽星九天的任务标识，展现了中国航天开放合作的理念与态度。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计划今年实施发射，研制时间很紧，我国将通过一次发射实现火星环绕、火星表面降落、巡视探测三大任务。地火距离远，通讯延时大，行星空间环境复杂，火星表面地形地貌陌生，两年才有一次发射窗口，这对我们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因为我国是首次实施这个火星探测任务，然后对火星的环境，特别是大气类似这些参数，我们是一无所知的，所以相当于我们到了一个我们完全未知的这样一个环境，然后实施一个探测，可想而知的自由难度啊。目前呢，火箭探测器发射场已经完成了技术区全部测试项目。进入发射区以后呢，我们主要进行加注前的状态准备，以及火箭探测器的最终状态确认，然后就准备进入发射程序了。一箭三器，一次发射一个火星环绕器、一个火星着陆器和一个火星巡视车。这在世界上来讲呢，应该在这中一次发射当中进行综合性的火星探测，还是第一次，值得我们期待。左边这个是我们四个叶青的雏形，然后右面的话是我们这个两个叶仰的雏形。红色的这是个灭火环，里面是万一发动机试验的时候出现很大的问题，比如着火或者爆炸这种大型的过程的时候，这个时候会这个进行一个水的灭火，到目前为止还没用上。这块是我们的推力架，就是我们发动机来了之后要和我们试验系统进行一个对接，主要是对接在这个推力架上，相当于是把我们这个发动机牢牢地固定在这个试验系统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最大个的，我们叫大喷管，相当于是有三百多条喷管焊接而成，火是从这里面喷出来的。发动机呢，在火箭上工作呢，一次大概是500秒。现在这个试车呢是这个还100秒，啊，100秒，这个把有关的参数都拿到，但是呢又不过多的去牺牲这个发动机的这个寿命。如果要它确实有一些这个问题呢，早期也会暴露，它就是定了这么一个短程的试车。今年有24次试验任务，其中有12次长程试验，有12次是这个准备上天飞行用的这个短程100秒的短程校准试验。从2017年开始，我们这3年的试验次数的话是，以往的话大概10年的一个总的试车量。
岛的实测验证。刚才完成了这个试验，非常顺利。这个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将对数据进行详细的分析和产品的细致检查。如果一切正常，发动机将转运至天津，这个参加长五遥四这个火箭执行这个火星探测器的发射任务。本次试测取得了圆满成功。这遥二故障呢，暴露我们这个一个组件叫氧物能棒，后来呢做一些改进，但改进呢。它试车的这个子样啊，就是相当于偏少，就相当于这个人家其他大部队，人家可能的这个组件、啊、都试了四万秒、五万秒，它改进了呢，只试了这个几千秒，所以呢，要单独给它吃小灶，让它尽快的补上来。就正在这个预先研究，是现有推力的这个三倍左右吧，和这个推力更大的这个大推力的氢氧发动机。就现在工作呢，都是在积极的推进，并取得了一些这个。成果性能要高，那个还有一个要可靠性啊、要高，因为将来是这个那个规模越大了，发射这个载荷啊，说这个意义要更重大，就是不能有任何的闪失。可以看到这个下达点火指令之后，火箭到起飞大概还有九秒的时间。嗯，这个时候点火，然后熊熊的火焰已经燃烧起来了。对，先看到的是辛迪的氢氧发动机排出的氢气1600毫秒，后面是再点燃那个氢氧发动机，最后点燃那个一氧煤油发动机。嗯，我们看到的这个胖五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它是属于两级半的火箭，和这个长三甲系列还程序转弯。两级半是什么概念？两级半，因为我们入推的飞行时间大概只有阵地112跟踪正常，所以说它比一级整个的飞行时间明显偏短，所以我们传统上都管它半。文昌光学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文昌飞行正常，达到了这个八分钟。所以说那个长五用两级半的这个规模能够实现那个传统的三级半的这个能力。铜鼓岭遥测信号正常。好，现在我们通过口令可以了解到一切正常。那现在文昌光学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文昌飞行正常。现在的飞行阶段是我们叫助推飞行段。嗯，这段时间段主要是火箭尽快加速。嗯，火箭加速到一定高度和速度，这样的话，阵地遥测信号正常。助推器尽快抛掉，这样的话，火箭能够进一步的轻装上阵。的运载能力，发射现在的火星一号应该是量身定制的。现在的这个光学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文昌飞行正常。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画面还是从地面拍到的，我们长五的这个。现在从现在来看的话，应该马上就要进入，大家可以看到马上就要进入助推分离阶段。这个时候火箭基本上已经快飞到三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我可以理解说这个时候的助推器的燃料已经差不多用完了吧？助推器关机。对，助推器分离。现在助推器分离。分离的很正常，很干净利落。这个刚才的画面角度是从我们的火箭上面往回拍。我们火箭要落回地球的，对，后面会不会有一些部分是不回地球？西沙324跟踪正常，飞行高度大概只有70多公里。助推分离完之后，它会随着一个抛物线的载入就载入了。一级也能这个载入的地球。二级因为它达到的速度和有效载荷是一样的。
实际上这一次我们火星车和月球车，我们对它的动力系统等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改进。我们要对我们的着陆区，我们还要进行详细的勘察，给我们的火星车给它更多的信息，让它能够走得更稳，走得更好。因为火星比地球和月球上接收太阳能的能量就接收的更少，所以它要面积更大，它可以根据太阳光的方向来调整太阳帆板的角度，越垂直它接收的太阳光的能量就越充分。火星上啊有大气，大气的密度呢又比较小，是地球标准大气的1%，所以呢它还得使用降落伞，就增加了复杂性，难度也就上来了。这过程中电磁信号是完全被屏蔽掉的，发信号也收不着，所以这降落过程中完全得依靠它自己，这就它的自主的本领要非常强才行。主要进行它所有的工作模式，正常的工作模式我们走一遍，也会制造一些故障的模式，看它在故障的条件下怎么脱困。实际上我们地面实验呢，就相当于一个它最终发射任务之前的一个考场一样。最大的问题就是它距离太远了，训练路受限会比较多，往往是需要一次性注入一段时间内的所有的动作，隔天以后我们才能够收到所有的执行结果的反馈，就是我们必须要提高火星车的这个自主性。另外呢，火星的地表的环境条件要比月球可能要更复杂一些。最直观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可以像所谓叫蟹形移动，就是像螃蟹一样可以横着走，这是原来月球车所不具备的。这次的天文一号任务环绕器上携带了7台科学探测仪器，火星车上携带了6台科学探测仪器，主要是要实现对火星的全球性综合性的探测，对火星表面形貌、磁场还有气候来进行初步的探测。因为在着陆点我们有火星车可以进行对着陆点的更精细一点的探测，还有对火星表面次表层结构这些都是可以有所深入的了解。因为我们是头一次去火星开展探测，所以我们在明年2月份左右到达火星的时候，我们不会直接让它降到火星表面，我们还会让这个组合体在火星的环绕轨道上开展初步的探测，试运行、试探测，然后寻找更好的窗口来往下着陆，进入火星的大气。因为通过现在的认识，火星的南半球山地非常非常的多，北半球呢平原相对更多一些，所以我们选择落在北半球。北半球呢，我们现在选择了乌托邦。
spacecraft approaching a large celestial body like the Mars, it will be in a so-called hyperbolic orbit. So when it's reaching to the nearest point, it will not stop and then go far away. So if we miss this point, it will never meet with Mars again. At least maybe several years or even several decades later, it can maybe meet again with Mars. So this is our only chance, and it must be done with a very highly autonomous mode, because the distance is far from the Earth, and also the position, the delta V, and also the time of this orbit insertion must be very accurate. So that's the difficulty.成像，为后续的一个着陆过程啊做一些准备工作，然后对我们后续着陆过程的一些敏感期啊，我们会做一些标定，以确保后续的着陆过程也比较顺利的完成。着陆巡视器是着陆到着陆点，环绕器呢这个时候就会实施第四次进火制动，它会进入一个中继轨道，就是这个轨道呢专门就是为了这个中继地球和着陆巡视器之间的这个通信用的。到遥感使命轨道之后，环绕器就做它的一些科学探测，包括高峰啊、中峰啊，还有次表层雷达啊，这些相继开机工作，对火星表面进行一些探测。沙尘暴进行一个判断，把这些信息弄清楚了之后啊，保证着陆的一个安全性。这两张图可以清晰地看到火星表面的环形坑、山脉和沙尘堆，尤其是有一张图里的环形坑的直径大约有620米的直径，可以清晰地看到环形坑底部的纹路。
有点月牙的这个亮的这部分，主要就是我们这个火星的东半球，也就是我们预选着陆区的那块区域。我们通过高分辨相机来看，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像沙丘啊，像撞击坑啊，对我们的这个火星车的这个着陆啊，都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所以还是在一些细节上，我们还要做更多的工作。它整个过程是全自主的，整个是过程是这个不可逆的，而且地面是无法干预的，整个过程必须全部由我们心脏自主来这个决策。超声速这种情况下，降落伞开伞受到前体的尾流影响是非常大的，就是会产生一些这种比较剧烈的震荡，我们叫喘震，就是降落伞在开伞过程中它会激烈的抖动，包括一些呼吸，所以对降落伞的这个气动性能、稳定性能，还有这个强度是有一些特殊的要求。这时候呢，就是只剩下这个着陆平台和火星车，他们一起来完成后面的这个动力检测过程。这个检测过程呢，是依靠一台主发动机来做减速，整个过程呢，就是类似于这个我们以往的这个月球表面的着陆，完全靠一台发动机将这个探测器减速到这个表面，把整个速度全部减下来。大约是在600到800米的高度，我们会进行一个粗壁障，就是用咱们的光学壁障敏感器，主要是拍一个 CCD 图像，就是去大体看一下这个落区的一个这个障碍啊，还有这个坑的一个情况。然后在到100米的悬停的时候，这块的话主要是靠我们的多功能避障敏感器里边的激光三维成像模块进行一次精避障，就是把这个着陆区的这个安全区域再找出来。17号，我们要执行第四次救火制动，把自己的轨道呢从现在的大概48小时的一个周期调成8小时的一个周期。一天呢有3周，要把火星车在火面工作和拍的图像全部通过它中距离返回地球。它有时候是近火点经过着陆区的上方，近火点通讯，有时候远火点经过着陆区的上方，就远火点通讯。这3圈一共叠加起来有1个多小时左右。现在的计划是收的时候不传，收完了以后我们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再传回来。现在我们的距离呢大概是3.2亿公里，这么远的距离呢，它使它的传输速率很慢，这样呢就需要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把它传下来。那么下一步呢，祝融号火星车呢就要进行体检，当然这个不是没有体检医生去，它要自检，这是第一步它要做的。然后呢它要观察周围的环境，下一步呢它就会从这个火星这个着陆平台上走下来，开始它的探测之旅，大概呢1周左右下去以后，它自己对自己的环境进行感知以后呢，它把它的环境数据传输到地面，由地面根据环境的情况来设计它的路线。火星车着陆以后，到现在为止，这个着陆器的任务呢就已经完成了。那么环绕器呢，要给它提供这个数据中继。
我们选择在乌托邦平原南部来进行着陆的话，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的考虑，综合考虑的结果。一方面是什么呢？我要保证我的着陆安全，因为我们毕竟是第一次去，安全着陆是我们后续开展科学研究的前提。你不能安全着陆，完后面的科学研究。所以这是第一个考量。那么乌托邦平原相对平和，第二个呢，我们是从科学探测的意义这个角度考量。那么我们的科学家认为，我们着陆点附近应该是无海洋与陆地的交界面，认为这里附近开展科学探测的意义潜力巨大，所以综合考量选定这个点。我们有大的气球，包括火星表面的地形地貌、气候构造变化的情况，还有探测火星的地下结构，甚至可能看看火星有没有水，后面对于人类的开发或者是移居有没有可能性，都是我们一个探测的目标吧。Really excited about this because this is a scientific expedition, very comparable to many of the ones that we're trying to do in other parts of Mars, but unique in its own right. For example, it landed in the northern lowlands, which is below what is believed to be an ancient shoreline. So it may be actually on the floor of an ancient, billions of year old ocean. And we're very excited about that. We haven't really been in this area before like this, and it's got a lot of promise for fundamental scientific questions like the origin of life, for example.Can tell from the multispectral images of the instruments what these rocks are made of, and that's really important. Is it sedimentary rocks? Is it a lava flow? Is it some combination of these? And of course, we'll be looking at the images to determine what, in fact, there could be fossils there. There could be fossils. So we'll be looking for those, obviously, as well. In addition to that, the ground penetrating radar will give us an idea of whether there's ice, maybe a frozen ocean below. So this is very, very exciting.